我知道了，咱其实可以有战术的呀。搞不会。对呀，哥要这个不行的话，哥就搞不会，然后哥就直接去。我行云流水，你看看。哥就搞不会。嗯，我无敌，这还是得用脑子玩。跟大家明确一下这一场比赛的规则：谁先拔到那一面旗帜，就算胜利。来来，准备。 小小的神探，我们成功了！加油！走啊，走！来，哥先。 哥先起来吧，用脚蹬一下，用脚蹬，用脚在潜水的地方用脚蹬先。你这划不动，你慢点儿，你的船已经瓢了。 你不算，你被踩起来。你也得划回去。啊啊啊！旗呢？各位注意，谁把旗拿到岸边，谁就获胜了。旗在哪？旗在哪？旗在底下。多多在水下。多多旗在水下。 哥，把旗拿回来！哎，涛哥，好，现在旗已经到了 baby 有了，没事儿，场了。来哥，胜利的旗帜，我这也算卧底兄弟的胜利吧？干得哎，卧底，我全程。没有卧底，没有。哎，我全程一直在最后。渔翁得利。啊！哇！各位浪来了，快回来！浪来了！哇！我乘风破浪啊，真的，我们才是乘风破浪啊！哇！